Mohammed，你好。Mohammed，你好。你最近怎么样啊，Mohammed？挺好的。我好久没看到你了，你在忙什么呀？我在忙着学中文呢，为什么要学中文呀？因为我要去中国。哦，你要去中国的哪里呀？我要去西安。哦。我听说西安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城市，它有5000多年的历史。是的。我祝你玩得愉快啊，一路顺风哦。谢谢 Mohammed。再见啦，再拜见，拜。拜拜。哎呀，沙漠里好热呀！哎呀，哦，看，沙尘暴要来了！哦，哎，阿赫曼，祝你一路顺风哦！哎呀，沙尘暴终于过去了，但是我好渴呀，哪里能找到水？哎，这是什么？我们跟着这个大雁看看吧。哎，看，一个绿洲，哇哦，终于找到水了！真爽，我们继续去西安吧。哎，我能看见西安的城墙了。我们快到了，哦吼！在城墙上骑自行车真好玩，风景也很好呀。饿了，我去回民街找点吃的吧。哇，这个店面上的字好复杂呀，我进去看看吧。喂，有人吗？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欢迎光临。你说这个店面上的这个字好复杂，这是什么字呀？这个是"表"字，我们这里呢，哦。卖"表"面，您要来一碗吗？好的，谢谢。请慢享用哦。哦，盆子那么大，肯定很好吃。吃好了，真好吃。我出去走走看看吧。喂。这是什么？为啥有一些兵马俑在这里呀？真奇怪。哎，为啥抬着一个棺材？喂，你们在干什么呀？谁死了？是秦始皇死了。哦，不是说他长生不老吗？他不幸感染了新冠肺炎，死了。你忘带什么了？哦，我的口罩，谢谢你。